梦见打人是什么意思？打人是一种暴力行为，是不值得提倡的。遇到问题，我们不能依靠暴力解决。梦见打人说明梦者在现实中可能与人发生了纠纷，对方的行为使你十分反感，但矛盾还是被你很好的化解了。女子梦见打人预示梦者在健康方面有阴影，要注意消化系统，很可能罹患急性肠胃炎、胃溃疡、胃下垂、盲肠炎等疾病，这时要绝对禁止暴饮暴食。梦见与同学打架预示梦者近期人际关系运正在上升，要放开胆子，你跟任何人都可以大胆而积极的交往。梦见自己打伴侣意味着两人的感情会更加深厚，情比金坚。梦见自己教唆别人打人预示着梦里打人的人会成为你的挚友，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会得到他的帮助。